你听过全球流行的蓝鲸游戏吗？在亚洲、欧洲、俄罗斯竟造成了130人死亡。这原本是一个自我挑战闯关的网络游戏，怎么会让这么多年轻生命走向自我毁灭呢？全台湾第一间关公庙在这，神秘52区带你直击有350年历史的台南关公庙。根据信徒说，连 SARS 都是他赶走的。怎么说呢？日本有个恐怖都市传说，走在路上别乱看附近公寓窗户，因为看对眼的漂亮女孩可能不是人。全新神秘52区由我代理当主持，更多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